想吃了。仲记唔记得呢个齐音冬菇头块面肥嘟嘟嘅妹妹仔，成个日本娃娃咁？佢就系曹格个女 Grace， 之前喺内地真人 show《爸爸去哪儿二》已经出现过。所谓女大十八变，依家九岁嘅 Grace 已经生得亭亭玉立，有瓜子咁嘅口面，仲有逆天长腿，明显就系遗传咗有176cm 高模特儿妈咪嘅优良基因，将来入韩一定大有前途啊！